今天来到一条封闭道路来练孤轮，然后我今天想要来测试一下这台 KX250F。可以用几档孤轮？这台 KX250F 有数据是43匹马力，然后车重104公斤。它因为它是一台竞技车，所以它总共有五档。然后我现在要来逐一的测试，看一下最多能用到几档来孤轮。这台250竟然五档也可以孤轮，而且是四行程的，那二行程的250就更不用说了，如果它有六档，那一定六档也孤得起来。那 450cc 的竞技车，那可能不用弹离合器也孤得起来，这就是竞技车的暴力之处。